正交叉倒立，很漂亮。啊，直接活式活中挺身三圈，漂亮。啊，又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簧转体。啊，漂亮！单簧两周接俄式540，接吴国年，两个一组难度，然后俄式挺身三圈，非常漂亮。啊，吴国年，啊，有一点点的小的失误。孙伟的这套鞍马又增加了难度，啊，比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还要更难一些。非常漂亮。